好热哦，人家想吃清爽又消暑的异国美食，想吃异国料理不用再出国，风尚现正推出酸甜又开胃的好滋味哦。咖啡海鲜、泰式冬阴海鲜、韩式辣炒鸡、红烧圆蹄虎掌以及南洋乐沙火锅，选用 LV 级的伊利咖啡豆。感谢支持照亮农夫市集，几点大放送，满五点即赠免费套餐哦。你我的 style， 风尚人文咖啡馆，六五八五八六六。